报道电影主持人功德会为了表扬一路来辛苦付出的会员甲志工，是举办感恩音乐会甲表扬活动，同时嘛举办新竹林会长的交接典礼，甲志工颁奖典礼，邀请六十多群甲社会团体前来欣赏音乐会，将感谢甲祝福传予每一位志工，散播爱甲幸福的种子。高价机械在中华馆长会美的感觉之下，由报道电影主持人功德会总会长卓玉明将代表应信交予新林会长杨义强，接由我们王县长传承给我们新任的杨义强会长。北斗电安功德慈善会报道电安宫是中华馆历史上东悠久的妈祖庙，报道电安主神功德会也发挥妈祖慈悲大爱精神，热心公益。功德会虽然成立也未满两年，但是已经服务中华馆真侪困苦的弱势家庭，除了提供所需要物资甲急难救助，平时也透过志工的方式固定提拨经费来买社会团体产品。志工为了表扬一路来辛苦付出的会员甲志工，今年第一届举办感恩音乐会甲表扬活动。那这个音乐会哈、哦，有很特殊的地方，就是说啊，社会上其实在做公益，好、哦、到要肯付出、肯出钱出力的人是非常多，但是一般都是很少社，让看到社会上啊，为他们有一个好的一个心灵的。哦，给他们抚慰，或是说啊，有一个好的活动，哦，来感受，让他们感受付出是很多人是看得到的，啊，我们特别在今天哦举办这个感恩音乐会，哦邀请哈、哦，就是在我们社区或是在公庙或是做任何单位，哦在一长期在做社会服务的志工啊，邀请他们来听这个音乐会，来让他们感受到，哎，社会上其实很多人是看到他们在付出，哦让他们有更有活力，大家一起来为这个社会做更多的付出。我们是一群小小人物，做饥饿侠，做大事情，把我们的善心传落到每个角落，把我们的爱心送到最需要的人。这是我们慈善功德会北斗电安慈善功德会的最主要的精神。中华馆长惠美表示，报道电安慈善功德会虽然才成立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看到创会长的用心。合照，并且带领有爱心的朋友做伙来关怀弱势。每一年拢会举办晚游会来鼓励弱势族群走出来，接受大家关怀。虽然讲咱报道电安慈善会也成立无到两年的时间，但是伫咱卓会长哦的号召，带动了非常多的这个啊有爱心的朋友共同关心真济弱势。因为平素时呢，啊，针对一寡啊弱势的这个协会，啊是讲艰苦人，拢有做因的这个相关的帮助。那、啊、每年呢，嘛这个办了几届园游会吼，和咱的跩弱势朋友会使呢走出来，啊一起呢来接受大家的一个关怀，啊一起呢来在这边做了非常多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表演活动哦。特别贡献奖，那我们要感谢我们新彰数位有限股份有限公司。那我们要派本公司新彰数位有线电视公司，自成立以来就专注处理社会公益事件，每一年拢协助报道电安慈善功德会来举办活动。所以电安慈善会也颁发感谢证给本公司，感谢新中所有有线电视神经企业社会之力。新中华新闻北平林完林彩虹报道。